儿子，哎，起床！不是要拍那个跳绳吗？赶紧去拍去，我见你同学都已经发了。好天气今天。还要穿袜子呢，你不换衣服？先换，你赶紧穿吧，我也去换衣服。不错。这个点儿会不会有点晚了？吃不吃？你的闹钟没响。一般规定的让一分钟跳几个跳绳？180个。180个。跑步呢？跑几分钟？5圈。五圈。小米跑5圈呀？应该有距离呢吧？1500。1500米，然后跑五圈。1300米嘛，5圈1500嘛。啊，我以为要1500米跑五圈呢。5圈一共1500米。这个是锻炼腿的吧？不知道。平时根本就没有时间锻炼，今天正好陪你出来。晚上3点才睡的觉，现在7点半，好像还没有完全醒来，还有点瞌睡。哎，那孩子走吧。哟，你这是照着视频给妈学着做饭呢？哎呀，这行做了，饭咱还家有啥啥意食义？材就用什么食材做就行了。我儿子，为娘的都饿了，今天就等着你给我做这顿。不着急，不着这好像让你切的感觉这把刀有多笨了似的。本来挺。本来人家很快的，好不好？看人家的这个配料。这人，你儿子在厨房里边又是打鸡蛋又是洗锅的，你好意思在这儿看手机？哎呀，今天也吃儿子一顿便宜饭啊。儿子今天没人帮你，你自己没发事，挥吧自己啊。来啊。锅里边的水不需要擦一下吗？下一步放什么？哎，好，先把鸡蛋炒一下啊。油炸多难办呀！没事儿，还有米饭呢。那个我可期待今天这个炒米饭能炒成什么样子，非常期待。这油儿不子行油吗？没热呢，没热呢，你就把蛋倒进去了。啊，没没事。事儿，这样也可以。给它翻个个儿，咋翻？翻一下就行了嘛。我必须得有耐心，然后一直。等着你这顿饭做熟了，好嘞，撒不开呗。没事，用铲子，用铲子。米饭下锅吧，然后你把它弄开，用铲子弄开。炒成块状。没事儿。把那个小米粒儿给它用铲子剁得开就行了。有一下子吧你啊，再炒个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来尝一下，除了硬还是硬，这叫筋道，这是米不是硬。对。儿子，今天这个饭做的不错，虽然说只是一个简单的炒米饭，但是妈妈也可开心了。他说这是高配版。啊？
下回就是高配版，就是菜鸡配。没事儿，就这个妈也知足了。哎进门吃上儿子做的炒米饭，感觉心里边还是美滋滋的。他自己呢觉得不咋样，但是在我这儿呢，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的棒了。我觉得虽然说是个男孩子，但是他也应该就是简单的这些东西应该还是要会做的。有的时候我也太忙，顾不上照应他的时候，自己也可以解决一下。嗯，下次你想吃啥，我再给你做。行。嗯。我的要求不高，简简单单的，回来我有口热饭吃就行。好嘞。